软硕士呢，他们也是今年会去比对，就是说进入没有受奖进阶的人，他第一个他没有呼吸，他没有心电的，跟死人差不多哦。你可能去，今天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，这种公务，你拿那个什么脑波，可能是什么，一直线，然后身体，当然他可能是跟死人不太一样，就是他有什么温度，有温度，那寿命还在不还在？我知道，不前不几，不一年还是前，在西藏有一个喇嘛往生以后，结果他全身是热热的，不热多久。西藏有喇嘛，通常我们人死了以后，呼吸没有了哈，你的神识离开了，你的那个什么，你那个身体的温暖就慢慢退失。那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就说啊，看他最后那个温暖是从哪个地方消失？你从这个地方消失叫什么？从这边啊，哦，现在那一个哈，就说你那个神识它本身就产生温度，那神识是寿命来支持。那你假设你没有受想境定，你这些东西都有，可都有了以后。你还会出来的话，你就拒绝什么？拒绝再以你身体为，这部分是我讲的哦，可能还在查啊。然后他们就是阿罗汉进入灭尽定嘛，就是进入涅槃，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什么，停止心思的活动、语言的活动，还有呼吸的活动。那接下来什么？拜拜了，不再回来了，不用自杀。我们叫做陀利王，是做陀利王是这样。那中国是那些祖师什么，就是去了以后，可是我之前碰到有一个禅师，就是他就做陀了，结果另外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东西还没有听懂。”他又回来说：“刚才是讲什么？”啊，讲完以后，又离开了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禅宗就觉得没有开悟。讲这个一个故事，有一个禅师，这家好像是什么，好像十方庆珠，就是那个传到那个日本那个什么道元禅师有没有？我们说到传到道元禅师的他的师父的师弟，然后师叔就对了啊，这十方庆珠啊，他圆寂了以后，他有一个手座和尚。就是要接他的位置，在接这个方丈禅师的位置，方丈的位置。结果他的一个侍者，这个禅师的十方建筑这个禅师的侍者，他也是禅师，说不行不行，我要看一看，说这个手座和尚有没有开悟，就跟手座和尚对话。对话以后，那个手座好像就说，就回话了啊，这回话我就不讲那内容，就好像说你这样子，你没有开悟。说你没有得到什么禅师的法了，那个人就很什么，很不以为然，啊，说好，那现在这边这个香哦，他的禅堂的这个什么佛堂的香炉，然后现在我香点拿起来哈，我点，只要这点着的时候，我没有做托，表示我没有得法。你再办得到吗？办不到，对不对？他办到了，他就，呛，然后他就做了哟，就做头，很厉害了哈。只要你有这样看，你说哇，这个人光目了。可是他那个侍者，他就做这样，他就给他，还等他这样子什么，就是摸背啊，扶他的背啊，就说，不能讲说你没有功夫，但是祖师的法。你连梦都梦不到，已经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能需要这样的话，跟没有得法也没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可是祖师是想说你没得法，所以在你看，像禅宗的祖师是这样子的哦，他往生以后，不是往生，他要去哪里？他没有要去哪里，没有不去哪里。
啊，要去天堂，或是要来当牛，他算一算，这时候应该当牛，就当牛。他有徒弟问他说：“啊，陈师你当牛，那我可不可以当牛？”说可以，但是我是不吃草的，你吃草。他是牛，是不吃草。他如果禅师当了牛，他吃不吃草？吃草。那跟那男牛吃草有什么不一样？禅师他们叫做禅宗有个名称，就是说他什么受畜生，就是什么受畜生，就是什么脱胎为畜生，但是他不受畜生报。果报他不是，他是畜生的样子，可是什么？他是什么禅师以畜生的样子，当然要吃草，反正人家以为他不是畜生的。他不需要吃草，可是为了度众生，所以他显现，就是禅师他们到处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今天来，我就是哇，生病的要命，其实他没病，他到最后是什么？他可以呈现各种面貌，可是什么？他是自主的，是做主的。好，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啊。好，接下来哈，这细和尚有讲的哈，就是说我们要学禅师怎么学呢？因为你要做主嘛，禅宗就讲就能够做主。你化解就是不生不灭，然后又从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体产生各种用功能。比如说我产生，我到头来为众生，不是因为我造了什么众生业，造了这个什么人的业，然后产生什么受到人的报。它是什么？我在这个，我是以人的身份来度化众生。或是觉得说好，有一天我到地狱去，他去的时候觉得已经完毕了，我就离开。就是对他来讲呢，这个等于是这一些十法界是他什么，或者我们说六道是他什么，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他变成他是一个什么，我们叫游戏什么人间啊。那怎么做呢？所以细和尚有讲到说，动中，啊，就你打坐以后，哇，人家踢你都无所谓的，不简单的啊，对不对？或者可能就是静坐以后，然后可能身体不见了，什么发生大火，你都无所谓的，你有十分的功夫，可能腿痛啊，就不算你静中能够做主，没腿痛，什么身体都不见了，什么那一个。有十分，那你在动中剩下一分。动中就是什么？你跟我讲话，你跟我互动，动头脑，就剩下一分而已。所以你静中的功夫很厉害的时候，你动中马上剩下一分而已。因为动中基本上是有作用的。我们在静中基本上没有跟外境什么互动，比较容易，其实也不容易。我们要就坐下来。我们现在录个定都不太容易哦，那这个静中都还没有功夫。像细和尚一坐下来，十天，那就是静中有功夫。动中呢，跟你在互动当中，它是跟打坐的状态是一样的。你骂我怎么样？就是我还是可能跟你骂，可是是什么？如果不动的。那动中有十分。就是很复杂的互动中，你都能够动够有十分，然后到做梦剩下一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做梦的时候可以改变梦境？现在连做梦都不知道哈，不要讲说做梦就改变梦境。我有几次的经验就是，就白天就是在修，譬如说我举个例子。碰到女生，就是不看。那久了以后，晚上中午梦到女生，不看。这部分会延续。还有一次，我有一段时间就是
白天在那个高楼大厦，这个是梦，掉下去不会死，就是梦，掉下去不会死。晚上有一次晚上做梦，梦到被人家抓追杀，啊，跑到楼底去，那就抓住那个女儿墙，哦，抓得好，就抓住，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抓了，但是梦中就梦境就是我在抓。那因为那阵时间，我想说这是梦境，掉下去不会死。那想说这是梦境，梦境，啪就把它放开，哎，果然没有错了，掉下去就是，喝到地上的时候变成一个那个什么，不是梅花，不是莲花，是一个那个伞，因为我是伞兵。因为我准备到地上的时候就懂一点。我说你有错，本来是梦。他说哇，本来是梦，其实那时候我还在做梦。他是说我这个白天的东西可以延伸到梦境。那只有一次，就是我修得很好的时候，晚上睡觉，身体在睡觉了，可是我的心还是在关照，就是没有任何梦境。但是这边的梦中能够做主是什么呢？不是那个功夫哦，你晚上没有梦，完全没有梦。有人说他修罢参禅参了多久，晚上没有梦，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就他的师父就问他说：“你没有梦的时候，你的主人翁在哪里？你没有梦啊，可是你那个知道没有梦，那个主人翁在哪里？”他又参了三年，才化解，才找到主人翁。所以这个做主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你梦中可以做主，得癌症可以不哇哇叫，是不是得癌症就不痛，还是可以不哇哇叫？哪一个？你说啊，因为病中能够做主，所以不会痛，不是？得癌症的时候，他可以不会有什么？不要这个起子什么啊，这样那个忧愁过年，不会的。可不可以哇哇叫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能够做主人，他哇哇叫不哇哇叫，看他心里好坏。他说他以哇哇叫来那个，所以你不要看说这个人，想说哎，这个高僧大德怎么还得癌症？禅宗不是以现象，你感知的现象为，也许是书的业报啊，像书是得癌症了，书有没有哇哇叫不晓得，大概没有哇哇叫了，基本上不是以哇哇叫或是没有哇哇叫作为说他有没有自在，你必须要你有办法，心跟他的心是一样的，可以读他的心，知道他是假的还是真的。病中可以做主，接下来十分哦，这都是十哦哈、哦。这边有没有看镜中十分？有没有镜中十分，动中一分啊？动中十分，梦中一分，梦中十分，大病一分，大病十分，往生一分。就是生罢病，那你可以做主。那接下来我要投胎为啊、哦、你的女儿。就可以选择了，我们叫自求什么？自求父母。所以我说那一个，我们像东珠那一个是什么？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那一个啊。我不想他讲，就是如果像这样的，就是说可能跟师父讲，哎、欸，师父，拜托，我想投在这个，你稍微帮点忙。然后师父就跟他这个这类姑姑讲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两次了，你怎么还不生？是不是这么讲的啊？那对夫妇，那以前我这样推算，就是说等于是他，可能就是可以去选择父母，就他多讲而选择父母。如果有这样子的话，你对生命的那个什么，对生命的这个什么延续性，还是说做主性，你可能就重新思考，可能也是要赚钱，可是。
可能10%赚钱就好了，10%要什么？不是只有一项布施而已啦，布施顶多为了就是什么，又很有钱啦，没有。全部六度全修，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持戒，当然要的，最主要是般若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还是赚钱，可是你因为赚钱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一般人赚钱，他能够得到的快乐是什么快乐？晓不晓得？啊？说你赚钱赚了很多钱，能够得到的快乐是什么快乐？啊？不是快乐啦，哪一类的快乐啊？你看我们连快乐都不晓得呢。快乐有几种都不晓得。一般人的快乐，我们把它分成3种：意乐、定乐、解脱乐。一般人也有所看到的，你不太容易得到定乐。就是意乐，就是吃好吃的，看好看的，然后有人跟你麻沙鸡，10个跟你麻沙鸡，是不是？还有去游艇看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海豚飞过来，是什么乐？就是眼感官的，一般的人只能够享受到意乐，而是比较高什么高层次的，不管怎么高都是意乐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定乐不需要借助外在的，不需要借助感官的，所以你不用赚钱就可以得到定乐。那你赚钱，通常你得到的就是意乐。然后得到以后，死了以后会不会延续？没有，钱不延续的。所以你像比尔盖茨，把它储存起来，下次来又是比尔盖茨。可是你见不你什么？你捐不出去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这边有人愿意捐吗？不是上这课故意来请你捐钱的哦，不是哦，我没有这种企图哦。就是如果我会捐，但是我是说我你看我这么弄弄了那么久才捐个10块钱，因为越来越捐越多了啊。我会捐时间跟你谈天那个可以，可是财务这个还没有，那你们要想办法布施。你没有钱，你怕这个钱是很辛苦的，你至少布施时间嘛，不是义工。那这个部分，它变成你一个善的业力，善的业力它会什么？这个等于是善的业，它本身会什么？往未来。譬如说举个例子，你碰到一个逆境，有些人就。哇，好痛苦！那有些人就是淡然处之，这是不是福报？是不是福报？是，叫修。你碰到逆境，然后从这个难关变成没有事，你可能要修很久。这不是钱能够买的。那这一个这样的跟外境互动的一个模式，它会出现在我们脑袋瓜里面。往未来时，所以你有很多的善行，比如说我现在修的就是什么，我当和尚，一生一世就当和尚，碰到什么困难我就是当和尚，我叫百折不挠的精神。不管是当和尚也好，说你做哪一部分的、啊，你假设你有这样的毅力的话，那这不是属于善心的那一种很好的心态，他会。往未来是，它会储存，钱是不会储存的，财务是不会储存的。但财务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这部分等于是你企业众生的银行，它会储存。所以你要懂得这一部分，当然很难呐、啊，就是听一听这个法师，搞不好有什么计谋。但是就是像我的认知，它会储存。好、哦，那生死啊。哦没有时间讲完了哈，讲的已经很多了啦。为了生子，刚才其实有讲了，分别执着起舍嘛，就是我们讲说，你把最我们经验上最容易就是说，你把你记的东西，分别它里面有人在里面，
我们记忆中你，我明天会讲心中的妈有没有，是不是妈妈？是哈、哦。我马上问你，心中你妈妈怎么可以，怎么可能坐在这边？印象。啊，是不是妈妈？啊？是。是，你现在大家在讲是吗？这叫分别执着取舍。啊、哦，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你认为是，所以你整个心思的活动都按照这个是是的活动在一直运作，一直运作。呼出来是妈妈，那看到妈妈当然是妈妈，呼出来也是妈妈，那你整个心思的活动是这样的活动，是一直往未来推进。你可能就没有经验，就是说可以看清楚那不是妈妈的这种运作模式，因为你。没有禅修，没有人家给你这种观念，你这种运作模式你不会的。你永远是把心中的念头的内容当成里面有人在里面。我们叫什么？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中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对不对？你第一听不懂，第二个在你的经验当中，这是你的一个经验。我说这些不是人不容易懂，对不对？这些明明是人不容易懂，我说这些相不容易懂，可是我记忆中的。这些相，如果你听不懂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要多来上课了。那这个懂了以后，不是这样懂就好，你必须要有能力观照，观照到最后，你发觉你不会受骗以后，然后你的念头不会浮出来，慢慢的就是什么，总鬼最魔文，就是你在那个时间就是什么，心，我们叫心无所住，因为你不会。心不会去抓住哪个地方，我们通常我们的心就是会抓住这个，所以就心动，禅是不会的。这样子弄下去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是业力跟愿力。我们在任何时间里面都是业力跟愿力在什么，在打拼，但因为没有时间了，剩下三分钟，这明天再讲，就要可以让各位发问，大家是不是要准时结束？啊，因为我不太会控制时间啊，越讲越兴奋啊。这样讲有没有懂一点点？有。可能有些人是似懂非懂啊，不过就是这个东西，你有听懂的话，是可以跟你的禅修的时间是可以什么，可以结合的。你对生死，你可能你再有机会再去看这些哈、啊，做到人身上是可以看到这些例子。总而言之，第一步就是你要知道什么，不动了以后是身体不动，不是我死了，你要先确定这个部分。那你以后假设你有机缘去助念，也许你可以看到哈，不太容易看到了哈，别容易看到就是什么，他眼线就是这种很什么很不好看的，就到时候面带什么很祥和的啊。如果你有机缘看到他。已经死了，他嘴巴跟你念佛了，但是没有声音的哈，可能就更加相信了哈。你对这个生死啊，就是说，生命基本上是没有生死的，有生死就是身体、念头，就是这种生命现象，我们叫身体有生老病啊，我们讲叫死，是身体死了，不是。你别把身体当成我，你讲身体当我，叫我死了。就机器坏掉了啦，机器坏掉了啦，啊、哦，你要这样讲啊、哦。那你有这样子的，有这样的概念以后，那你对整个人生重新思考了。赚钱还是赚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就是记住，钱是不会什么移转到未来世。当你利用钱布施做善事这个部分。会存在众生的心思，也存在你的心思。你存什么呢？你存布施的习惯。那你因为跟众生结缘，众生没办法把这个记忆消掉，是不是？你帮助一个人，那这个人看到你就是很讨厌，没办法，因为心思一旦记忆了他，我们很自然的对我好，那么你对国好，国就什么？记忆了，那就什么？就摇尾巴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人通常你对他好，至少他看到你会什么微笑。你要去办一个什么
就是要申请一个什么开花的话，刚好他当的话，可能就是过关了，对不对？你有很多事情，就是因为你在平常的时候跟他好，他看到这个东西，他可能不认识你，可是看到这个就是啊，青青菜菜有没有？我看到某个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惹他，看着就很讨厌，有没有？就是他的很潜藏的心意识里面爬出来了。我们在每一个当下，你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你就会起你相应的一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看到他是笑脸，看到他马上离开，你几乎是不是几乎肯定的，你碰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对应模式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心思，你看到什么人马上沿这个人，然后去抓起跟相应的一个记忆。交通违规的时候，警察会放你一马。对。我们最明显的啊，我们有个菩萨在纽约，他平常就是兼消防车、警车给警察局。然后有一次他的那个什么印尼什么就是菲佣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样，然后他们就要开罚单，然后他就。这是我的嘞，哎，怎么不早讲？就是现世的，就是他兼了以后，当然他会让你买，因为你兼的消防车，可以花很多次的什么开罚单啊。他不止，就说你跟众生结善缘，其实我们结善缘，其实能够现世的利益是这个很多，就只要能够借着这种我们的财布施来引发什么花。开花我们智慧的，这才是值得。